我们来戳这个热气球。铜线，戳针。还有这个毛线针。我们首先用毛线针来去绣上面的小颗粒。粉色、蓝色，紫色，黄色，灰色。这几个颜色，我们先选出来。选出这几个颜色啊，选出来之后，我们用剪刀剪一段毛线针，穿过去。然后对折打结，我们用打结的方法来绣这个上面，随便的找个地方戳下去，随机的戳下去，然后这样打一个结，让这个结紧贴布面，从出针的地方我们再进针，这样一个结就出来了。随机的，我们去打几个结，位置随便都可以，定在哪里都可以，随便的去打结。线不够了，打结的位置和数量都是随机的，不一定要跟我一样。再取下一个颜色，蓝色，或者黄色，或者奶茶色，或者灰色，
它的粉色，大家随机的去选颜色，每个颜色都要用到，然后呢去在上面以打结的方法去绣上小点点，一直到这一块椭圆的地方被这些打的结布满，这就可以了。那打结的数量还有位置都是随机的，大家可以自己去安排。这边这个小结，所有的结我都打完了。有些结呢我是用单根来打的，有些结我是用双骨来打的，所以有的结大一点，有的结小一点。打完这个结之后，我们来绣背景。首先我们选黑色，纯黑色，用这个铜线把这个针引进去啊，这样。那如果是拿到了金色的铜线，那我们比的这个针的长度对折，然后稍长一点的地方我们用剪刀剪断，做一个引线来用，这样引过去，从线团里面拉取适量的线出来，松散的放到一边，然后开始戳。围在这个轮廓线，你戳一圈，这个刻度调到 C， 刻度调到 C， 手可以按住下面的线头之后再往下戳，这样这个线就不容易散了。这个手在下面按住下面的线头，接着戳第二圈，
啊，我马上过来。这边戳完了，黑色的，然后呢，我们再用深蓝色，这个颜色啊，深蓝色，把这块范围，这一块，看到这条线，包括这个框，我们把它戳出来。注意这个房子，我们要绕过去戳，不要戳到这个房子上面。针法就跟这边一样，我们绕着圈来戳。这个戳完了之后，用这个颜色，有点像灰绿色、蓝绿色，比较灰的蓝绿色，戳这一块。戳这一块哈。那这两边的戳法，我就这里不做示范了。大家用这个黑色的这个戳的方法去把这两块完成。这块和这块已经戳完了，还有这里一点点，记得要把它戳上去，跟这块是一样的颜色。然后呢，我们这边要戳黑色，纯黑色，跟这边一样的颜色。
选这个蓝色，浅蓝色。这里给了两个蓝色，一个稍微深一点的，一个稍微浅一点的，大家要分开哟，颜色很接近。这边我们先用浅蓝色，那大家把这边这块用这个浅蓝色戳出来，完了这边这块云用深蓝色戳出来，然后这边也用浅蓝色。 这边我就不做示范了，大家把这个这三块戳出来，云朵绣出来了，然后取出毛线针，黄色的线剪一段出来，然后呢打结，单边打结，走一针，
然后去奶茶色，点一点。单边打结，灰色，浅一点。单边打结。灰蓝色的线，我们拿出紫色的线，从里面拆分一根出来，然后穿过毛线针打结，单边打结。
去粉色的线。我们把剩余的材料包里面的一个装饰，一些装饰品，像只珠子、闪片、小星星，还有珍珠、黄色的绒球、小珠子，这些东西我们都把它按照这样的一个顺序摆放上去，然后拿出胶水，有可能是管状的，也有的是这种瓶装的，这个我们随机发的，都是一样的。我们把胶水涂上去，按照刚刚摆放的顺序，一个一个的把这些小东西粘上去。Thank you.
我们剪一段这个铜线，就是刚刚做戳戳针的引线的铜线，剪一段下来。然后呢，像这种小亮片，先从胶水里面拨一点出来，放上去。然后把这个小星星反面的针按上去，珠子也是。一个一个的把这些小珠子、亮片呢、星星呢，全部都粘上去。粘完之后，我们取这个蓝色的宽的丝带，这样打一个结，这边折过来，这边折过来，这样系一下。就是一个蝴蝶结，然后我们用胶水涂到这个蝴蝶结的这中间，粘上去。用剪刀剪一下，接着我们取这个紫色，或者自己做个彩虹啊，就折过来，浇水，画一个弧度啊，然后我们把这个紫色的线顺着这个胶水放上去，这个线是折了一下，是两根一起。完了之后，下一个颜色，我们用粉色。胶水涂上去，
黄色。胶水大概半个小时左右会干透，干了之后呢，我们用这个剪刀，家里的剪刀剪掉，顺着这个线这边也是啊，剪齐。拿出这个白色的丝带，我们把丝带粘上去，胶水。